经文十五篇，经文十五篇，就是诗篇五十一篇，咱三甲来起用。上帝啊，你的听未改变，求你怜悯我。求你赦除我一切的罪业。我知家己的过失。我的罪恶不是你，我的主权。我有得罪你，只有得罪你。我有得罪你，我有得罪你。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。我伫母胎就有罪。你意爱是内心的心事。你答是我，我答是咱真正的秘密。求你洗除我的罪，予我清气。求你予我洗清气，予我一切改变。求你予我听见欢喜快乐声。求你把罪恶打倒，让我快乐。求你不认无看我的罪。求你接受我一切罪恶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。求你使我心中有纯洁的心。唔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。唔通让我受罪的心。求你予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。我要新的欢喜顺服你。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。我要让这些人能够听见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怜悯我的死罪。我要让这些人能够听见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手。我要让这些人。你无爱生理，若爱我欢喜些。上帝啊，你所爱的这是痛苦的心灵。你所爱的心灵欢喜些啦。这是咱三个来听上帝的话。今仔圣经在文两位，第一位记载是约翰福音。一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，第二位记载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。佮过日，约翰佮伊两个学生伫徛，看见耶稣伫行，就讲：“你看上帝的羊羔。”第二位的圣经节记载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。所有人若点伫基督，就是最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但拢变成新的。以上，愿上帝赐福听伊话，搁去行的人。这是咱来看这礼拜的经文，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七节。咱大声来赞扬大义。所以人若点伫基督，就是最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大拢变成新的。咱华语嘛来甲读一遍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